生。但是他这次参加比赛的这个代表的国家是代表乌兹别克斯坦，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戈米莎。我们也请杨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戈米莎的经历。戈米莎的父亲是咱们吉林省长春市的过去一位兵武运动员，后来做教练。后来他留学莫斯科，在那儿与一个苏联姑娘结婚了，拉丽莎，后来生了这个儿子。这小伙长得很漂亮，因为父母的影响，母亲是花样滑冰教练，所以他一直在从事花样滑冰训练。曾经在北京练过3-4年，而且已经掌握了5种360跳。后来他又去美国训练一段，现在又代表乌兹别克来参加比赛。他很会表演。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参赛的中俄混血儿戈米莎的表演结束。那么戈米莎这名选手呢，因为我们知道要参加亚冬会，你必须要获得你代表国家的国籍才可以参加亚冬会，是这样的吗？对了，国际花联关于国籍问题有很多很多详细的规定。因为像前苏联解体之后产生了很多国家，他们运动员有时候互相代替，还有一些其他国家，你像东南亚很多国家，生活在美国的一些孩子都愿意代表不了美国，因为美国水平太高了，他们代表东南亚参加比赛也涉及到国际问题，所以关这有规定。但简单的规定就是起码你要在承认你的国家有长久居住权，而且在12个月以上才可以。当然其他详细规定我就不介绍了。革命上这套节目呢，应该说滑得很完美。正像我开始说的那样，他很善于表演，具备了俄罗斯运动员所具有的那些特点。特别是大家看他的直线撅起步，不管无论是转体还是步伐做的都非常的准确，跟音乐配合的又非常好。唯独不太足的他有两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就是连跳，
三周飞虎节，后来点就三周跳，第二跳可能周数有点问题，涉及到周数问题了。新的规则在2010年以后，关于周跳跃周数不够的问题，做了新的规定，把周数不足分为三个等次，90度以内的如果落冰很好的话，叫稍加不足，那么裁判可以给减一，甚至不减。如果到90度到180度，那么就要减二，那个这叫周数不足。还有一种就是降级 downgrade， 那么就是要差半周以上。他这个我估计是最严重的是 downgrade。遗憾的是他三周 last 跳，多少三周跳跌倒了，这个是必须减三，而且要由技术组给扣1.0。刚才这套短节目呢，因为技术上的失误呢还是比较多的，虽然他可能技术分不会全场最高的，但是在男单项目上他可以说五是跳的最好的。好，来看一下格米莎这套动作的技术分。技术分26.16分，节目内容分28.81，跌倒一次53.97，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。